哎，开战了！中间的钱忘了啊！离婚了！两人有力量。中间的钱，中间的钱，你刚刚不是有录吗？啊，被挖掉了！哇，杰克是不是啊？在这里啊，上下都被挖走是不是？对，哇，可惜没有注意到时间。杰瑞下不去了，！哎，我去放我们家水下箱子啊。有我水下山放了啊，好，他们的有放吗？没有。有，我们努力几阶啦，一阶哦、喔。我去升。好，我去换一些炸弹炸他们那里。往你脚下。我看到了，我要闯入了。你要闯入了？我去他们家乱了。行，捣乱中。好。啊，没有钱。第二阶，用个一百。好了，他们上不来了，上不来了。够了吗？他们要自己挖路了。对，我现在连他们家那个屋顶的楼梯都补住了。你好猛哦！感觉就猛了、啊。他们是可以游泳出来啊，只是他们要上来很麻烦而已啊。要绕一下、啊。完了，趁现在，快！会不会以后观众场大家都这样搞我？欸、那个哈基也往我们家了，哈基在他该不会也要这样弄吧？没有，哈基在中间，他干嘛？我不知道。我要往他们水下玻璃屋，他好像也知道我的意图。我玩，可是他们那边还没有放箱子，所以没问题。嗯哼，知道应该也可以炸个几个啊！他放了、啊、那个没有，那个没有。对啊，放外面还没关系，可以直接炸掉。哈基要死！哎呦哇！哇！哇塞！哇！速度太快了吧！反正有看到嘛、啊，有炸的瞬间，炸掉的时候，然后他放，然后就这样也来得及，也可以。他刚好是在毁掉的瞬间哦。嗯嗯，或者他那个边边的也放也有用啊？怎么在我死掉后发光啊？哇，那还是要想办法把它处理掉。那个快跑很难，就只能用稿子吧，帽子之类的，水下呼吸啊。嗯，干嘛啦？哎呦！谁在炸？谁在炸？在家了。不是，我听到上面在炸。哦，好。炸姐，她刚刚追我，可惜她跑到水里。那我就过去炸他们家。嗯。嘿，国王，你后面。我后面好。你大便了。很多。对不起，肠胃最近不太好。哎呦喂啊！杰瑞，呜、哦，再炸！他们感觉很精彩，都在他们家，没事。好，嘿，炸下去！他们下面放水会炸，可以炸吗？就不能破坏方块啦。嗯。哦，哎，不错哎，这很棒，这个很棒哎，这超有感哎，哇，好痛好痛，有稍微把我们家炸的稀巴烂，有够爽，哦，好多好多东西，等下再填地板了，你们尽量转，他们现在很混乱，赶快挖，快点挖，呜呼，好羡慕哦，怎么了？好多人在追我。意外啊，大家别那么穷！哎呦，又崩塌了！没事。国王，你脚下。有，我看到了。各位安，波浪符有钱去了波浪符。该不要用同一招吧？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要发个光？他换箱子，然后放在我们上面。学屁哦！用同一招。真是的。打死他了。没有，我靠，结束了，还好，那上来还没问题。我去弄发光好了，好，他已经死掉了。我去弄他们，行，敢来弄我们？奴隶有满了吗？二阶而已，还没，差一阶。你有300块啊，土豆？谁？你说我吗？可是我刚升过嘞。好啦，我去升啦。哇塞，哈基是不是换全部箱子？
哦，财产均分，财产均分，然后马上离婚，马上离婚，哇，应该是按到了，哇哇，马上就离婚了、欸欸、哈记得，哈记把水下屋子墙全部盖箱子，对，他水下屋子没救了，满满的箱子，没关系、欸，我们也是，我们水下玻璃屋也放很多。欸音乐，你那个你买发光好了、啊，我钱不够了，生努力生完没了。嗯，我买，发光没了，我只有300，生了之后还有150块，买发光的话还会有100块。可是我刚刚生装备跟剑，我要生一下保护自己啦，不然现在矿工没人群会被打爆、啊。哈基上来，快点阻止他！啊什么？他在哪里？放箱子啊！哎、欸，对啊，他要放那个箱子啊，巴西。哎呦！死了吗？还没啊。那边可以，对对，因为这里可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上来，我上来。我回来了。他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打他死了哦！哎、欸，那个繁星，这给你啊，繁星给你。有什么？我上面有你去放他们啊。给我啊，你要放了。好，箱子里面，你拿去。箱子里面。好。那我破。好，我们继续挖矿。你们哪时候学这么阴险狡诈的招数了、啊？我吗？真的是。你知道啊？你什么时候想到的、啊？早就想到了，前几场就是想要这样玩啊，玩不到啊。因为没有这个场，因为没有这个场地嘛。对啊。左转脚下。天哪、啊！太神了。天哪、啊！刚刚小雨在我背后吃牛肉。嗯，对啊，什么？他觉得有，我觉得他有问题。妈，你自己没得吃，就这样是不是？对。不要这样。给我一片，他有问题。汤包包兄弟，总共就5片而已。拉波浪服从上夜班后都不到台 QQ。然后他现在狂暴技能好像有强化，可以看一看。狂暴不是已经很强了吗？除了力量，好像他说有什么抗性改变，我不晓得那是增加还是减少。嗯，哦，对，就除了攻击力，看看还有没有抗性，可以试试看。嗯哼，我又买了。嗯，两颗特撤，可以。他居然双方都没有大老鹰，大老鹰上去又来又来。我来狂暴看看，狂一下，狂暴有增加抗性，抗性一。哦，那我觉得那还不错哎。对，就力量一，抗性一。嗯，这样会变蛮耐打的。对啊。哦，力量好像是二，力量二，抗性是一。哦。狂暴现在很狂，很狂，狂的嘞。哇，我们应该还是要往老鹰那里盖吧。嗯，盖盖。小雨，你的钱怎么这么少啊？嗯，因为我买书柜啊。啊，在玩。哦。对呀。你就在玩附魔了、哦。啊！哎呀。想要看我会先弄、啊。财神爷，财神爷。中间。我在，我跟小在家。是的嘞，我去中间，游过去，可是感觉来不及，他们有一个人也在那。啊，我拿到了，走了，拿到了，好，你赶紧走，你拿到了，好了，来，要赶快回来哦，因为时间很紧。好，我在赶路。来，我护送你。我来了，走，这个拿了就赚了，然后他们有两个人来了。哎，我现在才上去，没有装备，不喜欢凉凉的感觉。还来，嘿，哎呦，哦，又一个，三个，哦，碎啊，有了，大富大贵，哦，杰克有盾牌，可恶，对，哇，他到底想干嘛啦？放一堆箱子，嗯、好烦哦、喔，哇，你要那个吗？啊，清水性吗？清水性好啊。可是有没有深海漫游或是水下呼吸？有啊，不要跑啊，臭泱泱！算了，打不到。有深海漫游的鞋子哦，你挖掉 ，OK， 挖掉一个。好，你那边搭船，他们都在我这啊。第一天要过热，要过热。
是谁呢、啊？你们觉得是谁啊？国王，国王、欸，我们在上面又被弄了。王主导，这还好。因为看大家都要有在做事，所以也很难看出来。小雨给你的装备你都拿了吗？我还没拿到，还没啊，我刚付好。对啊，我先看一下他们家现在箱子是怎样。哎、那个要赶快哦，时间好好好好好。那我们就先吧，随便选一个、啊，随便抓一个。好啊，那就随便抓一个咯。嗯，要抓谁？你投谁就抓谁吧。抓小雨吧。抓我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没有原因，我只随便抓一个。好、你这个口气怪怪的。为什么觉得小雨有点小失落啊？我最好是怪怪的，我当见你还是你是太累，在里面放出轨。不是你是太累了。我觉得小雨一定是个大好人。是好人。你是塞钱给巧克力。我没有塞钱，我就感觉他是好人，赶快谄媚他一下。哎、中间，我是好毒。小雨不是，你小心哦。哇，哎呀，你们俩结婚，打不到你。哇，哎呀，我干进去吗？我怕会死掉。哇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好多钱，好多钱啊！因为我挖到一个，挖到两个，我帮你挡，我帮你挡。哎，手弹，巧克力。哦，是，没关系，我无敌。小雨，这给你。有人跳下去了吗？有人跳下去捡了吗？我都挖走了。好 ，OK。好，哪个？哇，我因为活下去了。我丢绿宝石给你啊！我丢绿宝石给你。哦，好啊。嗯。I love you。耶！你终于放弃小凡凡了。小凡凡是谁啊？小凡凡是谁？你终于放弃他了。因为你是国王。哈基，你不要来堵我们的啊！哎呦！为王而存在，哇！我们这样子打不过耶，好有钱哦，有够烦。在一起，我一定是好人。嗯，我等一下把那个储物箱都弄一弄。好，箱子一个多少钱啊？他到底为什么那么多钱可以买箱子？五块，很便宜。他好箱子就真的很划算，因为他放。就秒放，然后你要挖就要挖很久，超烦的耶。是谁？哇塞，因为我跟你在这里好多钱啊，一直喷钱出来，好多哦。杰瑞在弄附魔，好，要换炸弹来炸那个书柜了。嗯，好。啊！阿静，你听得到我讲话是不是？我就只有基础铁装而已。技能你有买吧？技能，我现在还没买完。无敌瞬移有没有？赶快去买。好，我先去买。现在瞬移有改好吗？有，上次就改了。好，避免万一。有，还好我在上面。这箱子我可以帮你们打掉一个。耶、yeah, ！他们楼上三个洞被我堵起来了。小心哦，他们楼上三个走掉了。我吓到了。小雨，这给你。啊？给你装备拿去付啊。我有箱子了。行，那我去当苦力，把它挖一挖。这很霸气耶！一直堵堵堵堵堵。哎、欸，好烦啊！我想冲了。哦哟！哦哟！哎呦！很相信我，是繁星。哦哟！你要我的什么都可以。那我没冲了啦，音乐。哇！来。你是国王了，这给你，你可以跑比较，在水里跑比较快。烦哦！有水，有水，有水！小心！团团小心，团团小心！不是我，相信我。丢的是那个。等下我没有别的装。你小心啊！你小心，你小心，你小心！你要无敌团团。你小心巧克力哦，他接近你就刚无敌哦。他在你那里，我在雨夜旁边。烦心来。难怪我会跟雨夜在一起，因为白天的。小雨，你帮我看一下哦，你帮我看一下。他就在上面喽，他就在上面喽。露米在那边炸。反正你放心，我就都会先远离你。他们现在在外面炸，你小心，繁星。反正一直裸体，难怪那么奇怪。哎，请问你跟我玩，你有跟我玩机场？我机场没裸体的，请问。哎、欸，他死了！不是你平常裸体会在我附近，可是这场都往外面跑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、欸。那请问我裸体这一场难？哎、欸，有几次玩到自由之海？请问给你。
我一直想要，我一直想要炸，你知道吗？不不，一直想要盖箱子。辩论，但是不是我就是你了，所以我当然知道就是你。究竟是谁呢？阿基一直来哦，你们自己小心哦。快点论破一下，论破。论破一下。好烦哦！我在跟阿基打架，我在跟阿基打架。看哪里？哎呦，哎，这边还炸弹，还好没事。打屁哟！哦，小心喽，子弹来了！你怎么直接炸家里啊？你也太气了吧！阿基不是我啦！你看，你看，可是我刚刚看到你从你手上你上技能有没有都买了？买了啊，买了、啊！我在旁边看。我觉得你如果 OK， 你就远离家里了，算了。嗯，好，嗯，我现在在中间一直挡着阿基，很奇怪哦，繁星，我怎样了？投我啊！至少繁星的钱不多，投我啊！投我啊！没有了，投我啊！我在看，我总现在投啊！不行啊，现在不能投，等六百秒。完了，看繁星很奇怪啊，好生气气啊！你看离婚了吧？你看吧，去死吧！我们相处的好好的。暖暖暖，再来吃苹果，还有一点钱。好，可是有人去捡了，你不给我，我缺吃的，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，干嘛？你真的是很坏哎！团团，你过来，团团，你过来，团团，你过来，我放箱子给你。小心他扔的东西哦。你放箱子，你放箱子。团团，你要小心。有我在看，有在看，都给你啦，都给你啦，都给你。可是金苹果明明就没有不止一颗，我就是我饿了。好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还你。那你肉给我，你肉给我，你肉给我。好，我肉给你，我肉给你。哎、欸，那个，哎、欸，后退，17个，17个。你看，哎呦，我看什么？我们在杀快的，我觉得我们在杀价。哎、欸，那那金苹果还我。金苹果还我。干嘛要干嘛？团队，你先小心，后面还有杰克。团队，不要离开。快饿死了啦！后面没有，你吃牛排，吃牛排，牛排够，牛排够，你不够我再给你。我还在吃哈，相信我。有啦，我相信你啦，相信你啦，相信大家啦。好啦，哎呦，都继续放回箱子了。相信大家。有人在叫我们老鹰喽，大家和平共处嘛，和平共。哎，谁要把肉拿走才放巧克力哦？我饿啦。我刚也饿了，哎、欸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要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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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排而已。来干嘛？来干嘛？来干嘛？哇哇，他在购买的地方放箱子啊！不是不是，这没有用，这没有用，我以前就试过了。那个，那个上面有告示牌，哎呀，还可以买，还是可以买。以前我就玩过了。小雨，你也要小心、哦，你要小心哦，你要小心哦。好哦。他就在你旁边哦。好哦，小天使就在你旁边哦，在帮你吸经验。哎、欸，雨月 啊，不对，雨月应该你也用不到这个药水哈。什么药水？失明吗？不是，隐形吗？哦，对啊，你应该用不到。哦